是何如雪，今天是满级周六周日正常营业的第一天，然后就去满级逛了一下街，给大家看一下我都买了什么。时隔两个月，终于又可以购物。首先是他们家的袋子很大，但是东西很小，买了一个他们家的防晒，是这样，特别小。然后我们店员说我的要求就是夏日化妆的时候不会很油，然后他给我推荐这个，还很便宜，才2000多。然后他说用的时候是这样，用的时候秒秒。我还是没有买过这一款，因为这个呢，我之前是用过他那个带保湿精华的那个，稍微有一点点油，我要试一下这个。这个感觉油的成分很少，很水，还不错。因为现在店里都实施那个，就是新冠的影响嘛，都实施那个安全保护措施。他在店里是无法不让客人是随便去触摸他的产品，他把产品都收起来了，然后只有店员，有的家可能店员还会展示一下，说他自己。